界级的庆典咸水风炮，阿斗阿姐危机嘛要来吃泡土皮疼。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这个炮神，也降福我们盐水的一切百姓。阿们。过元宵比过年较重要，咸水人拢爱转来互捧场。地球顶端有220多个国家，各式庆典展现了每一个国家的民俗文化。一本媲美全球民俗百科全书的澳洲《Get Lost》杂志，2015年整理全球10大庆典活动。咱台湾的台南咸水区，伫每年旧历正月14和15的元宵节所举办的咸水风炮嘛名列其中，甲巴西嘉年华、西班牙席切斯狂欢节，甚至是意大利威尼斯面具嘉年华。鼎鼎知名庆典齐名，嘛是亚洲地区唯一入选的庆典活动。要得靠你正梦想欠一笔钱，前往国外参加这庆典。但是登上世界舞台的咸水风炮，身为台湾人，一世人上少应该去一摆。你有去咸水风炮无？无咧，无勇气，受刺激。受刺激啊！少年咧就敢，咱老的唔敢。台湾人的骄傲。一直很想去啊，一定要找时间去的。只要安全性考量上做得好的话就好了。只要大家注意安全，注意一下这个就是环境上的污染的问题，基本上值得延续下去的。看来这真是几万只捧在顶的风炮，有人耍到笑开开，也有人惊到闪迷离。根据咸水区公所的统计，每年咸水风炮，咸水人会准备将近200座的炮城来款待万外人的观光客。刚才看到这个数字，莫怪当登上国际杂志的10大排名。但是这立在滚滚的咸水风炮，古早是安怎去发明这款的活动？咱咸水上有学问的人。也是我们月顶故事馆的创办人林明坤老师，他竟然说风炮跟200多年前的瘟疫传染病有很大的关联。台湾是一个中国的移民城市，所以咸水荷兰时代来就发展糖业，糖拢靠外销，所以经济能力真好。移民来的人愈来愈多，所以伊的密度真高。咱今来看真个一挂老家古厝，头前一道中，一道后壁一道，拢无下水道的时阵，卫生无好，当然的疾病开始发生，一种叫鼠疫哈，鸟鼠啊都传染的。澳洲讲这种病叫做黑死病，伊就无药啊通医，啊，伊伫流行真紧，伊毋是讲一户一户伊也流过，所以迄阵的咸水人吼人口真济。啊！但是拢过着迄种真痛苦的、真惊慌的日子，因为当时流行会着，所以就靠宗教，啊，所以就是拜一拜。其实台湾人拢知影有一个故事，就讲，鞭炮炮内底有硫磺吼，硫磺会当消毒吼，啊，有这种观念，所
以就照着讲，是不是放真济炮，和兼职讲这个城市当中有一种硫磺的空气内底，所以放炮会当用目标做主体，然后甲兼职每一个外口的小庙吼，拢也细细的心理的安慰。以这个观点来讲是有可能的啦，因为看以咱放炮的火药内底有三个成分嘛，硫磺，第二个硝，第三是木炭嘛。啊，硫磺本身就是有消毒的作用啊。哦，咱足侪中药拢用硫磺来熏，熏硫磺，熏硫磺会当什么？气虫防腐。这个功用就是消毒的功用，然后气虫就是会把其他的蚊虫啊什么弄掉嘛。所以有很多传染媒介的昆虫对硫磺都很害怕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讲，因为迄阵的人拢惊瘟疫，不爱出来。但是你这个活动，因一定爱出来运动。你运动本身对某一些身体的状况的调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第三，你放尿是不是做在番炮灰？炮灰你爱清啊，相对的你把你的粪扫也清出来。哦，所以这个情况，咱现代观点来讲，伊的消毒的效果是很好的。在台湾历史上，有真侪所在拢捌流行过瘟疫，嘛伫个真侪庙宇的神迹故事当中，讲到神明只是用炮来驱除瘟疫，看来咸水人嘛有经过瘟疫的灾难。但是为什么除瘟疫唔是用一般看到的连珠炮、甲白炮，却是用一支一支的冲天炮？咱这位伫咧月顶故事馆担任十年导览员杨善美老师讲，这完全爱感谢这位神明的支持。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什么？盐水。哦，那你们知道盐水的台语怎么念？盐水。错了，不是盐水，是盐水了。跟着我说一次。盐水。耶，正确人的念法是这个样子哦，不是盐水哦，其实哦，咱盐水哦，已经是一个很热闹的港口哦。那因为我们的上游呢，还有个井水港。好，井水港其实就是说呢，它的水是加水的意思，咸水咸水咸分嘛，有咸分，所以讲大家呢叫做咸水。不要小看我们盐水这个小地方哦，很多人其实都不大相信说盐水是一个港口吗？真的，盐水真的是一个港口，而且呢，我咸水呢各有四大城市之一。称呼一户二楼三万家四月丁哦啊，月丁盐水的旧名其实就叫月津。那因为这个津呢，它在古字上有港口、有渡口的一个意思，所以讲呢，如果有人听讲这叫月港吗？是的，月津、月港代表的都是我们盐水这个地方。清朝的那个年代哦，它呢真的是一个噩梦。记得在光绪十一年那一年哦，盐水人其实死尽将近千人，因为这个噩梦已经连续困扰盐水人长达25年之久，所以后来大家呢才到我们的关圣帝君庙，好，就是我们现在的武庙，然后祈求帝君有什么办法可以解救我们盐水人的一个噩梦。那帝君很仁慈，他就说他要在13、14、15、3天，然后大街小巷绕境哦。经过3天的洗礼下来，很神奇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这个瘟疫控制下来了。用风炮来驱除困扰25年的瘟疫，咱咸水人信仰中心的武庙主神关圣帝君确实真厉害，而且咸水武庙的历史介悠久。在清朝康熙7年的时阵，由郭姓爷郑成功的部将提议创建。在台湾以奉关圣帝君为主神的庙宇内底，咸水武庙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咱建庙到今是347年，相传以前是一个信徒吼，啊，提一个关圣帝君的迄画像，啊，来伫遮，叫我甲食点心，啊，怎唔走啊？关圣帝君总啊要住遮安尼哦。啊，所以尾也请示伊，啊，而且来建庙，因为伊正气，所以包括迄个分局派出所，拢嘛足侪拢拜关帝啊公啊。哦，你看伊较早去三国时代的故事内底，伊修行的，未去曹操迄个阵营安尼。哦，伊坚持要倒来老辈这边，啊，所以伊的信仰是拜迄个精神，咱信是爱迄个精神。
从那当然开始不是风炮，从那是拢德国炮一类的，哦，啊演变小型炮城，再来就是用竹啊皮来做，啊到即马做规则的炮城，哦，也是所谓的迄个炮的演变是安尼。炮城底放的是，官底也讲着玻璃内底啊，伫个烟内底显像出来，所以每年制作炮城宣教出去，大意讲是收棚啊，哦，啊着顶个桥板着咧立棚啊炮安尼，啊因为官底啊迄个出巡照见啊，装来平安了，所以信徒每一年伫个元宵节哦，着放炮啊，就变凝聚减水迄向心力啊，变做一个风炮，一打流传两百几栋来就是安尼。因为咱即马是升级到世界十大庆典，那今年我们那个来自十九国39位交换学生就直接亲身来体验。目标是减水人300万以来上届挖掘的心灵寄托，也因为关心地军消灭了灾难，解救了性命，所以就算讲风炮伫咧一部分的人的眼中是真不可思议的自我伤害，但是减水人。每一年也是会真认真准备好充电炮，设计好每一座炮城，甚至连炮城的寸尺拢有因流传百年的规矩。咸水人的观念，拢就是有照着中国迄种的一个仪式吼，就讲、是，因先啊，风炮的跨度是几尺时呢？就一进来就是跟我们一般看到的那种天主堂有点不太一样，里面的那壁画都觉得还蛮特别的，觉得有点奇怪。咱讲的迄个大旗啊，迄个韩德远跟朱建平，就大旗里面是红旗，一个咱国旗里面最小，一个冠军旗它是属于小。咸水人的观念，拢就是有照着中国迄种的一个仪式吼，就讲、是，因先啊，风炮的跨度是二尺时呢，因为咱中国的农民历就是24个节气嘛，吼，啊，所以两尺时就是代表中国的24个节气，啊，一支风炮拢尺二，尺二代表是怎啊？一冬有12个月。啊，风炮的每一站拢108支，108支代表就讲，诶，咱有看过《水浒传》内底有108英雄好汉嘛，36天罡、72地煞，加起来都啊108个人，啊，因这人拢是英雄，所以这风炮就是拢算做108支，伊这射出来是。每一支拢代表是一个英雄，安尼，所以较早的格式拢是真少，但是拢有照着迄种中国的一个迄种数字的一个游戏里内底，嘿，啊，但是我感觉风炮的主要意义唔是这数目字，伊是一个仪式，每一当拢照这种仪式的一般，好啊，所以咸水人感觉足团结的。一场海内外真出名的风炮活动。在本一个历史沿革，也有先人依照传统所制定的炮声，所有咸水人拢将这知识记在心内，一代一代传承落去。有了在北的内在，也有甚物款外在因素加入，让咸水风炮会当予国外12重视，列为世界十大庆典。咱就走入咸水这个古朴的小镇，找找原因。中国传统的古钟顶悬写“天主保庇，阿弥陀佛”。都到庙宇的厝顶，煞有一支12支。这到底是教堂还是庙宇啊？还是教堂哈，天主教来到盐水，去年就是60周年了。外国观光客来到这个教堂，当然是 amazing 啊，就是非常的一个惊讶。当然我就跟他们说，这是一间很特别的教堂哈。这个教堂是第四任李少峰神父，他被调任来这里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地方民间宗教信仰特别道教非常的兴盛，所以他希望天主教也能给当地人有一个
好的这个印象，所以他就创造了这个中国建筑式东方风味的壁画《最后晚餐》。哎，这个也是我们各地哈，特别国外的哦，有没有见过东方的？好像都说没有，所以真的是跟其他的西方的教堂啊，特别我们天主教许多这种西方式的这个建筑哈，的确是不太一样。所以信徒您会说台语吗？哎，淡薄啊娘啦。圣经内底有台语讲者无？好啊，主要说讲我是堕落，经历生命，除非经过我，像嘛袂当过去。因为我本身是桃园复兴乡泰雅族，从那里调过来第七任的神父，所以你看这些传教士到任何地方都是要学习去适应，通常都是比较年长的，那他们可能也不懂国语，所以我就用台语跟他们沟通这样子。走入这间咸水天主堂，有一种中西错乱的感觉，一点都不过分。为一入门的石狮，到底是明末的圣庙，以及中国式的壁画设计，甚至看到神父举行拜拜，还佫用台语来做天主教的弥撒，这无同款的宗教结合，真正唔知影讲来这游客会有甚物款的看法。就一进来就是跟我们一般看到的那种天主堂有点不太一样，中西合并的一个很特别的教堂。对对对，里面的那个壁画都觉得还蛮特别的。第一次看到那个有中国人的最后一个晚餐，然后大家那边享用这样子。圣母啊，他头上还带着那个叫我们寺庙拜拜的那个头嘛，那个叫什么帽子？帽其实还蛮觉得有点奇怪。你不看到那个圣母戴那个神帽？有没有像妈祖？有没有像妈祖？怎么样？有哈。用台湾人一贯式的方式来推广一个外来宗教文化，是咸水天主堂的一大特色。但是这几位大哥大姐，恁是咧做炮声吗？我们在做盐水的风炮。我们今年是试做。我们过去没有做过，我们是试做。到刚开始也是觉得很不一样啊，结果我们来做了，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这是盐水天主堂第一次的尝试。什么呀？咸水的炮声是用来敬神明的，敢讲恁唔知影？我们叫中方济格说，我们需要宗教对谈，而且大家都是劝人为善呐、啊。地方的活动也是我们传扬福音的好机会啊，我们当然不要缺席啊，也是我们天主教在台湾的第一座炮城，好，那也是全神父是应该是梵蒂冈有史以来在台湾的第一座炮城，所以呢，我们会选择我们教会的良辰吉时释放看看，好，我们今天是 test 试验，隔壁邻居嘛，有喜事就要一起分享，这个是为老百姓有好处的，炮本身的意义是蛮好的啦，它是驱除那些瘟疫嘛。啊，这个是为老百姓有好处的，所以既然是好的，那我们就努力的配合。啊，风俗只要是好的，我们教会都愿意支持配合。风炮其实我在四年以前就有构想这个做这个炮城了、哦。元宵节嘛，过年结束啊，算是一个 ending， 好，就是来放炮庆祝。啊，这个就是当地的一个习俗，所以我想我们教堂也可以放这个炮，当然最重要是去学习怎么去制作这个风炮这个过程，让大家觉得说，其实教堂好像很多东西也都可以有所学习的。打破宗教界限，突破信仰禁忌，为人的表情就能看出，因是用欢喜的心来投入咸水的传统风俗，用上界有感觉的风炮，流近人甲人之间的距离。这就是咸水风炮列入世界庆典的外在原因之一。继续散步在咸水街啊，到处都有当看到一座一座饼啊，而且看起来是盖壁松严，这里面到底是藏什么物件？泡起来检查小装哦，还是要来加料一下，阮来试一下看一下。好啊。即摆来咸水的风炮哦，拢使用迄个纸炮啦吼，啊，伊上来是来较少，
啊，所以只爱拜托头家哦，因为即摆迄个塑胶的迄、那个这弹头吼会使水哦，啊，所以头家咧装的时阵会去，袂使去装迄个塑胶的迄个弹头吼，啊，避免各项大着迄造成足大的伤害，啊，所以啊拜托一下，你唔好去装迄个塑胶的包安尼，好，来这个。咱即个关渡的炮声，伊的造型，吼、哦，咱也做一个改变，吼、哦、啊，即个做个新的造型嘞，就是为着讲吼，咱台南市即个年前有发生一寡天灾地变，吼、哦、啊，即、這个造型，吼、哦、啊来甲咱为咱台湾、为咱台南，吼、哦、来做一个祈福的仪式安尼。今年阮的炮声的炮量差不多40箱，吼、哦、啊，40箱差不多20万支。咱头拄啊，消防队有来甲阮做检查，检查阮用的炮，吼、哦、啊，阮用的炮芯啦、啊，有灭火器一挂安全的设施，吼、哦，拢有合格，吼、哦，代表讲，哦，阮这个炮声的用的炮拢是合法的。虽然讲已经改用纸做的充电炮，但是一个炮声内面有这么多炮，敢讲拢未烦恼危险性吗？风炮这个物件危险性一定有。啊，当然，咱家己的装备，吼、哦，一定爱有够。啊，伊若无够，发生危险的机会会较大。所以，我们台南市政府好几年前就有派消防单位啦，支援一些消防车啦、救护车，然后卫生局也有支援一些救护车在现场待命。如果就真的有不幸受伤的，他们也会及时的做一个送医的动作。咸水元宵前的这段时间，所谓咸水人拢会放下手边的工作，加入摆炮声行列。摆较小的炮声，工作时间大约是三天。要将大的炮声完全摆好，有的可能要动着数十个人，用几个礼拜时间才有得完成。但是要做炮声，是什么款的人才当来参与？最主要的炮声来源是我们一般的百姓啊，自己自发性的一种行为啦。要绑风炮会有一个习俗，就是说我一连绑要绑3年，然后代表着步步高升的意思。第二年要比第一年多，然后第三年要比前2年再多，这样大家到了这一个日子的时候，请假的请假，排假的排假，就算是在当兵的也会请假回来。咱这位伫咧在地大汉的小高安尼讲，都可见元宵节伫咸水人的心中，确实比过年较重要。过去敢若有咱台湾人才知影咸水伫咧元宵放风炮，但是这几年来因为网络的发达，就连身伫千里外外国人嘛拢有透过影片看过风炮的威力，所以千里迢迢嘛爱来遮参加这个世界级的庆典，甚至连放炮声嘛爱来亲身学习哦。A couple, like 100 years ago, there was a big disease in this area, and a god said that like the people should use as many firecrackers as possible, so to get rid of the disease. So the people did that, and because it became a tradition, the next years we still do it today. Are you ready for tonight? Yeah, of course we're ready. Yeah, of course. 对外地人来讲，咸水风炮可能只是一场闹热刺激的盛会。但是了解到伊历史甲由来，元兴帝君当年神威显赫的支持，等于是予咸水人重生。所以，就算讲风炮看来是危险的活动，但是对因来讲，是对关老爷的崇拜，嘛是在地故事的延续。所以各位人客啊，咸水人要开始准备放炮出来咯，大家要做好准备来收炮咯。等下新桥要来，啊，咱放炮。啊，欢迎咱这国公庙的这个神轿啊来这游境绕境安尼，啊感谢这关帝啊公啊今仔日出巡啊这放这炮，这来伫这个瘟疫，每一年拢是安尼，因为这由古早流传落来。元宵节东港的日时，在地公庙会请出神明，将咸水巡视一遍，祝福保平安。所以信众为着要表达感谢，卖纷纷赞炮的神明，但是为着卖去伤着神明，神轿拢会成屁盲啊，都好参照穿防弹衣同款。
迄落大字爷，迄落韩德也跟卢青也，即队算有百几年的历史啊。目前是迄落咱庙林内底上久的迄个神像。伊专心生意，打即队在吃红包俩。我着想讲哦，若要做一个炮城，会当时时刻刻过，会当较够注意的话吼，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海绵爸爸，因为伊是世界级的。你有觉得台湾的鞭炮很恐怖吗？没有，没有，对，很好玩 ，very fun。First time going, first time here, but it's awesome. Love it. Do you want to come next year? Maybe. Maybe. 太痛了。新明教境的咸水炮声起起落落，除了新桥接受炮仔的欢迎以外，在咸水的街仔路，佫会当看到一对好参像七爷八爷的神像，对着绕境的队伍在咧行。但是因的衫已经被风炮顶干烂糊糊，敢讲这是咸水绕境的惯例？做囡仔算较真，二三十冬啊，咸水囡仔拢无咧行风炮的啦。啊，阮着自做囡仔就讲讲，吼了解就讲，就知讲官底也要来消灭瘟疫。哦，啊，所以来，伊遐拢家家户户吼来目这个炮啊，吼、要来斗消灭这个瘟疫。啊，真是一个算文化啦，文化的传承已经走入国际化吼、啊，阮住咸水人有无？安尼，阮会感觉足光荣的啊。咸水人就是爱好闹热安尼啦。绕境的过程中，唔呐新桥爱食炮，就连咱这两尊大字啊，无被风炮顶一个，都感觉袂爽快。敢讲是有神明在咧保护，咸水人敢真正拢唔惊炮。全省各地元宵，我嘛知影讲节目介济啦，只是讲来到这，到迄个感官也好啦，到迄个刺激感啦，啊，所以想要来甲大家做伙来参与这个盛大活动安尼啦。咸水真个好所在啦，我逐冬都要来啦。一冬个诶运势吼，咱看逐冬就愈冲愈旺个呗。吼，打一支尔，爽。我是台中人，然后嫁来淹水三年了，还蛮刺激，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他办完之后，大家玩得那么开心，就是那个成就感。我觉得那个淹水风化就像一个地方上的文化，然后一个历史吧。咸水风炮的风俗，就是旧历正月十四甲十五的日时，由武庙关老爷为首，带领进来各宫庙神明，绕行咸水各地四国消灾，费将近200座炮城，到两江闹热的绕境祈福，咸水人伫这两江全力投入，这就是咸水风炮会当成为世界级的庆典原因之一。当夜色慢慢啊接近咸水的时阵，万众期待风炮闹热的这出戏。就要来由武庙主炮城来展开每年咸水人疯狂过元宵的序幕。你们从哪里来的？从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元宵吗？第一次过来嘛，一马来西亚一个新加坡，第一次来，对，第一次。你们就要这样子去啊？对啊，就这样去啊，要去体验。这个不行啦！啊，还有安全帽也不行，会烧哦，会烧，打到破掉。会这样？对对对，烧起来。对对对。哦，你至少要有像我这样的。最好是还要加后面这个东西，去保护你的颈部装备的部分。我帮你们准备一个齐全的。好，谢谢你，麻烦你。刚好有遇到本地人。
各位朋友啊，跑啊是无伤目睭的哦。参加风跑虽然是刺激个好耍，但是若无遵守规则，去受到伤害，迄是一点啊拢无好耍啊。咱关渡虎桥班会小高再次伫咧强调，虽然外界常常对盐水风跑的安全有所顾虑，但是只要将装备穿好齐全，就免惊啦。各位有想要来耍风炮的朋友，耍风炮其实有一个撇步，首先就是你唔免管炮啊是安怎来，因为你有戴安全帽，所以啥物拢看袂到。第二就是爱一直跳，一直跳，因为你若无振动，就好产生一面壁，唔免讲收到力量嘛较济。你若是跳一个跳一个，炮啊就会擦边球跳过，所以先收到的威力就会较少啊。即马主办单位目标已经风炮放完了。各地炮声也准备好了，大家来去享受这个由国际杂志所推荐的咸水风炮。小鸭来到咸水，用一句广告台词来形容，就是免惊无风炮会当食，就惊你惊到唔敢食。咱这步兵的水炮声势虽然大，但是咱咸水民众准备的炮声威力还是袂小哦。听讲天主堂的炮声嘛要放炮啊！咱赶紧来去阿里路呀一下。赞美主，阿里路呀，哦赞美。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这个炮城，也降福我们盐水的一切百姓。阿们阿们阿们，准备了，被碰到哈，哦，这
真的好刺激，好刺激，好刺激！有机会我回去，我会把这样的东西传给我马来西亚、新加坡朋友，让他们大家多多了解自己。可以的话，可以来这里参与这个年一次的盛会。那你们还敢再玩下一个吗？对。来减对生风炮，你会当赶场吃遍所有炮声，也会当慢慢啊游赏，看倒一座炮声有合你的意，慢慢啊体会和胖顶的感觉。哎呦，这座炮声造型竟然是小朋友上爱海绵宝宝呢。不过高嘴是高嘴哦，也为的口鼻是虎头胖的，设计的人确实有心机啦。唔知啊，伊是为虾米要做这样高嘴的造型？开始做出来时阵是用了大约一个月。我是边做边修改啦，啊，我就想讲吼，若要做一个炮声，会当四四角角，佮会当较够水的话吼，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海绵宝宝，因为伊是四角形的。我都唔知影，咱伊跑拢做硬到，像今年放咧嘛，一个讲，哦，今年跑做硬，安尼啊，啊所以讲，啊第一当时因为人伤紧，互伊反弹，所以变成速度变紧，那变紧就变成这个。演啊坐啦，跑完个都一个做起出来就变得做个到了，所以呢，感觉看见那就妖魔迄种迄个海绵宝宝啊咧。你好，你好，知道那个是什么吗？我知道啊，盐水风炮哦。哦，这个。哦，你 SpongeBob SquarePants 海绵宝宝吗？嗯。耶、yeah, ，好可爱啦。刚刚有冲它吗？对啊，我们刚刚有做了。Very scary. Very scary. Awesome. Yeah, very fun. 我们可以喊 Hero 我们。真会啊。打到我就很爽，打到就爽。Did you get hit? Yes, we do. Yes. No. 没有受伤。有这边有，然后我的帆船帽有啊。好不好玩 ？Oh, it's awesome. Yeah. We're about to go again. Very fun. It's first time going, first time here, but it's awesome. Love it. Do you want to come next year? Maybe. Maybe. 太痛了。Just maybe. Yeah, Taiwan. 元宵节减水愈暗愈闹热。唔，那是外地来观光客，算甲真欢喜。都连在地人嘛拢拼无困，但是海绵宝宝拢放完啊。因敢那好亲像也在等虾米哦？这你下行啊来，无可能有炮声吧？只有两修，两修啊！哎，啊，但是你安尼伫这行啊内底在厝未怕歹吗？未，阮只大观光拢哦拢未歹。啊，恁家的小朋友拢未惊？拢观光里面尔，迄把紧。你会不会怕炮？不会啊。啊，你有帮忙擦风炮吗？有哈、哦。那待会你会不会跟着一起冲？有啊，擦风炮。不会啊？为什么？等下数数看，擦风炮。会害怕？哦。你会害怕吗？弟弟，你最勇敢，你一百分哎。怎么这么厉害？都不会害怕？有被打到吗？没有，没有。为什么？我被打到很痛哎！躲起来，躲起来！那你们全部都来躲起来，怕被射到。干嘛？干嘛？盐水人收胖的胆量实在是让人佩服，而且就算讲恁到厝边有咧准备炮声，大家嘛是无任何怨言。将门窗关好势，作为出来庆祝，这属于盐水人的庆典。
暗时七点的舞庙主炮开始点起，到今麦已经是暗时的十一点。但是上万的在地人甲游客，依然还是无满足一个走找好耍的炮声。来，这座关渡府旧班会用二十万支风炮用心制作，为台南消灾祈福的大炮声，就要推出甲大家见面咯。两江两暝闹热，炮声轰轰叫的咸水，空气中还佫有炮的气味。但是伫一个所在，这些人已经准备伫咧安静的咸水再起，恢复饲养的清气。我们是预计六点开始啊，那到中午结束，那最晚在一点前会把整个工作都结束。那我们总共分十一条路线，那总计路线的话在19.5公里左右。那方法是在登位期间里面嘛，所以它会带动我们这一段期间的繁荣。感觉迄个欢喜的气势啊吼，咱一年一度安尼吼。
做闹热的，啊无你啊普罗斯啊像啊鸟不生蛋，像迄个孤立伊安尼，拢那像迄个他带老人较济，诶、欸、吼，足济吼来自迄个各方吼，其实也毋着伫地走来的人，然后够济，拢有迄个外国朋友来安尼过来过去，啊，搁有人来翕相的，从来未，欢迎大家来减脂生活跑赞。当然，盐水风炮在几年前就有被那个外国的杂志评为十大嘉年华会之一嘛。那就以我们本身身为盐水人来讲，它就是一个消灾然后祈福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期待的一个活动，我们去把它做得好一点，然后让全世界的人可以去看到台湾，甚至说也可以看到台南有一个盐水，这里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那么特殊的一个活动。人因为希望来求助信用，信用也将人的力量团结起来。不得加对真侪人来讲，享受风炮就伫咧短时间的刺激感受，但是对于减脂人来讲，就算分工伫咧无同款的位置，做无同款的代志。拢是伫咧为因的地方以及传统文化尽心尽力，嘛是安尼单纯甲执着，才当予咱台湾的民俗文化有机会伫咧国际上予人注意到。台湾上水风景伫咧人，借着信仰的力量，将台湾的水、台湾的好，一摆过一摆伫咧国际上散发光彩。妈祖的宝贝，哦，我来识识你，是天公的好意呀。关公的脾气，土地公笑眯眯，咱来变一支，是绝对无心机。将心好台湾，将心爱台湾，将心好台湾。心好台湾。